这个姿势吼，来先占位占么好势，因为吼，咱的水姑娘啊，敖唱歌，敖跳舞，人缘阁好噶。今仔日会场有足侪粉丝朋友为着伊来，吼，伫个安尼吼，安尼，哈，这个叫什么名？袂记哩啊，遐曼君啦，姐姐甲你讲啦，啊，你会记哩无？好，来曼君啦，咩？好，第一首歌听吼，要来安排来咱的请主当所长吼，哦，咱的王姓姚王当所长点的歌，王五百点的歌，人，人若要写两拍真简单，要做真困难，有写到一块歌，咱来甲欣赏这块人，共同欣赏曼君的演唱，嘿嘿。新路安尼创咱个变变吼，皮肤拢流出来，你即摆无代步一个
甲叫哥哥搁连伊啊。喂，较早你迄个负责，互伊搁欢喜起来。对吼，无问题。咱诶王五百王当所长吼，啊，伊诶正名是王胜耀啦，王当所长啦，啊嘛是咱诶请主之一啦。啊，英雄甲你点上，搁甲你颁奖。对，谢谢。来，甲跟咱认识。好的，祝你俩红，会当互你荣华富贵一世人，红包甲你收啊，时时刻刻，会当互你赚钱，赚甲稳当当咯，感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继续再度安排。好的，安排今夜又搁想起你。来，今夜又搁想起你，抒情动听歌声。来，介绍到咱的水光流啊，遇到咱的曼君在路边唱唱唱唱唱。好，因为真好唱歌，歌声真赞，所以讲这位姑娘啊所唱的歌声，拢是咱来宾点的，拢是咱来宾点唱的吼。来，来宾点唱这首《今夜又搁想起你》。当红包带点，就多赚钱；当我的手下手，当富贵财。
在不过满厝内，风大来电大，凊彩会当好运拢你来。来，大卡在看安可，安可啦，唱歌较等下也过别人啦。对啊，起码今日要来加点功夫啊！好哦，来自咱台南的辣妹，好，祝你粉丝朋友已经等不及了。是的，来赶紧个叫起来，钢管辣妹肉秀，曼君辣妹精彩的表演。好，曼君辣妹，今天真厉害哟！